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哎，热闹的气氛到哪里来？来来，好精神啊！我们南部人最热情啊！阿伯加班哦，阿伯加班，咩喏？唔知咧，阿伯今天变冬，今天春冷一点。要有怕破坏的，当你要变冬。好了，我们是来自于。不怕破坏，一定很紧哦。一定很紧，我们一定很紧。哦，我们是来自于高雄的贝尔乐团。那呢，我们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啦。首先介绍一下。这么快哦？真的吗？我们都要和声吗？先一首歌介绍一位就好了。哦。哎，首先介绍我们中间这位，我们台柱。Keyboard 首先主唱小琪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昨天进过店了，今天我要弹琴不弹吉他。有没有看到我后面是什么东西？掌声越多，等一下我们就送奖品。哎，没错，我们今天一边看表演，可以一边听起歌，然后还有奖征答。对啊，据说掌声对身体非常有益，尤其对那种高血压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直通惠楼的戏啊，通惠楼，站咖咖，刚刚那个掌声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真的哦，真的哦，对对，真的啊。我蛮喜欢的。嘿，我蛮喜欢的，我一定不气话嘛，在怕不痒没，然后冷掉就等于好。怕不痒，那没错。惠楼绝对通的，好讲。没有，真的啊，我认识一个中医师，他是这样讲啊。哎，掌声，因为我手上穴道很多。原来如此。还有笑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欢乐气氛带给大家。好啦，那我们阿伯要唱什么歌？换我唱了。对啊，而且我刚刚自我介绍，你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啊，你干嘛装什么神秘啊？好，我是鼓手 Gary， 大家好。对，他非常爱装神秘。介绍我们的小提琴手玉山。哎，大家好，玉山非常的有气节的哈。最近减肥有成功，没有？他本来就很瘦了啦。减肥据说又暴增五公斤。没有啦，人家本来就很瘦了。转过来看臀部就知道，那哪里不大大臀部？去把你的脚撩起来，那我们看一下你的小腿。还可以唱歌，还唱完歌我们再来聊天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 Gary 要带什么歌？带一首本土的歌曲哈，带来我们的洪一峰的《宝岛慢播》。哎，最近我们那个洪荣宏也有在翻唱。对不起，我觉得你唱《宝岛慢播》觉得好笑。波的慢播。好，准备准备。想跳恰恰可以到舞台上来，舞台旁边。你很嗨吼。南方